哎，大家好，我是 Xenix， 欢迎来《原神》的游戏视频。现在呢是新的版本螺旋更新了，但是这次感觉时间上有点奇怪，是这次的螺旋应该是 4.8 版本的螺旋，但是呢距离 4.8 应该是已经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可能是跟之前应该是那个幻想真境巨师它更新后，应该是由于是有两个常驻的内容吧，有了两个常驻内容之后呢，螺旋的更新频率相当于是变慢了，所以说我才可能正好上一次更新是赶上 4.7 的一个尾声，所以说这次 4.8 的螺旋更新应该是到了当前版本是很靠后的时候才是正好赶上。不过基本上跟之前我觉得90层应该是没有什么，看一下新的11层跟12层的内容。感觉有变化吗？啊，这个是有变化。我猜可能11层还是难度比较低，这次是好元素的伤害加成。这些怪感觉上都是比较熟悉的面孔，所以说并不是让我特别的引起我的注意。这是那个水系的 BOSS， 等于是 BOSS， 历经百战的机关，这是那个会重力产生气的那个东西，一堆 AOE， 哇，这是新的 BOSS， 就等于是下层全是 BOSS， 但是呢这两个又是一个岩系特化的 BOSS， 这是一个弱水的 BOSS， 弱火的 BOSS。我有一点想法，但是具体的东西呢，我觉得先把90层我们打一打热热身，具体的东西呢到时候再说。看一下这边，还是老样子，能冰冻的话冰冻，冰冻不了的话冰系史莱姆。之前好像是有抽到泥路是吧，当然泥路感觉上也是跟冰冻很类似，是很看，不只是要看敌人的阵营，而且是要看敌人是怎么刷怪。你这边虽然说看着怪多，但是一下两只两只刷其实也是挺难受的。上面感觉上可以试试泥路，但是我说实话不是特别的肯定这个效果怎么样。你是驻场，然后好像是瑶瑶是吧？大概这么一个样子，然后下边是熟悉的冰冻队。冰冻队我感觉还是怎么打都打不腻。手をつなぎましょう。知識はあなたにも。神サトリ。水友。頑張るよ。这个就哦还好，虽然说敌人死完之后相当于是我纳西达切不回去，但是至少瑶瑶的草是够用的。你快死了，是不是这个龙卷风歪了？
冰冻队虽然有关羽，但是我这个循环基本上不会射击。これこそが知恵の伝道。安らかに。我天哪！这就很尴尬了。先你打一下，然后我你把这个补一下。我们还会重兵。然后你这个种的应该爆得很疼。律令に従え。ソーランの憩い。この仕事は排除するべきです。一緒に遊ぼうよ。逃げようなんて思わないでよね。おお。部外者禁止。足元に気をつけて。やっ、ご安心を。召喚化粧。那个玩意儿是离得太远啊，还是说他在那儿发呆呀？这层给了这么多暴击卡。手をつなぎましょう。私のお家にいらっしゃい。神悟り。スイーツ。さあ踊るよ。这个是有点奇怪。知識はあなたにも。怖くない。怖くない。行くよ。よ。三尺の。那个怪呢？那个怪就在那儿站着。痛いの飛んでけ。这还在这站着。総流水泳。费了这么多时间。还是果然这层是不适合泥路的队伍。你像这边虽然说怪分散，但我至少配对上我可以带一个温迪是把怪聚住。这个是上边好像能动，下边的话，下边就打个感电，打你也行，打这个队伍。北斗的武器不太清楚，但是十层应该无所谓。変身直走、補助力を。お触り禁止。この仕事は排除す。逃げようなんて思わないでよ。你的武器应该不是不用驻场的那个。就是才只有三个怪。你的能量是出问题了吧？都没有循环上。召喚化粧、魂、律令に従え。
ソーランの憩い。足元に気をつけて。瑠璃のように落ちなさい。風だ。命ずる。深海のカゴ。お触り禁止。ふう。やった。召喚。北斗估计也不想开大了，只有三个关。这是第三间能量无所谓可以十一层新的内容这又是守护石感觉也可以动应该不需要这是一个冰的怪冰跟雷倒是都有还有水的怪但是硬要说的话可能上层我感觉更好动一些其实想换一换队伍还有什么没有最近用的比较少的比如说这个队伍嗯好像胡桃用的比较少这边有单体吗感觉没有单体要放的话这边有火史莱姆的话估计胡桃只能放上面用胡桃吧感觉最近用的少用这个队伍之前感觉经常用后来就我猜可能也是因为怪的问题下面怎么打一个水感觉还是用纳维莱特你有用过吗好像你没怎么用过你这边打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怪不太清楚死的怎么样如果死太快的话你要换那个雷的套装不过要是死的一般的话呢其实 CD 应该是转得过来有个问题没有给我存队这俩人弄反了我一般是习惯奶麻放四号位然后是谁
等这个后面没有怪是吧？怪呢？嗯，这个不太好啊。无视我。但说实话，那个队伍不是打那种内容的，所以说也是能理解。これこそが知恵の天道。天道、ここにある。岩山八九。下一波呢？这样有一个问题，果然是有问题，没有，咱们这样吧，没有那些他的草，这伤害还是有问题的。又来了，这个怪死完之后，那些他还给上草，然后黑心儿的这个有吧？又来了，这个果然不太适合，不要再打那个东西了，天哪！难攻不落，お嬢様の王様。痛くしちゃうかも。应该够吧，还好够，主要就是还是伤害高，但是这个怪完全就不理你。还有吗？嗯，这应该是纳西，不是，是弗伦娜的小怪把那个怪打死了，球应该是没有吃到。嗯，就是那个没有。天道、ここにある。断罪の名において。这我还要等，我还把这个再标一下，那个没有标到。然后呢？什么东西？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个的内容其实也不太适合用这个队打，怪刷得太快，阻断一波给标记，要么伤害挺受影响。又来了，准备弄完之后怪就死了。这个有照到吗？那些大家也没有打到，是没有，我没有看见吗？那么奇怪。重置冷却时间。这个有点，
犯罪の名に潔白を証明するとき影を撃つ。装填。还有。天道万象。剣女盤石。影のカラスは悪を見極め、影を刈り尽くす。射撃準備。这怎么还有一只？影を撃つ。我以为两只呢。这就有点很尴尬了。其实钟离这个队不应该砸陨石的，砸陨石伤害又低，还费时间。好吧，这就是新的螺旋怪在哪儿出生，然后是什么都不清楚。但十一层我估计也是不是很难，所以说随意的打一打应该是没有问题。像等于是每次的重点的十二层，我看到了这个组合之后，就是一个岩盾，这是岩盾，然后大剑占优势，这个是火系角色占优势。火系呢，最让人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俩，然后岩系的是这俩，我感觉上这个队就已经直接配出来了，所以说这是我看到第一个想法，但是我感觉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估计就这么打。然后上半的话，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boss， 这个应该是大的狗，其实这些应该都算比较大的怪，这些怪应该也除了这两个怪之外应该也都算是中等体型的怪，这可能是那个小的怪。这一间是有点怪有点多，但是上两间其实都是也是比较偏，这是一个纯单体，这应该也比较偏单体，我想是配这个应该是单体伤害很强，但这边是有流血，如果打不好的话星球一个人应该是有点全队血的压力是有点困难，但是应该或者我放谁呢，我把芙蓉娜放进来，可以是如果这边流血太严重是可以加一加，但你放的话这个队还有别的队吗？其实上面这层我可以放南威莱特，南威莱特自己就算加血了，感觉南威莱特最近用的有点多，有点太变态了，我觉得换一换，先用这个打，这个毕竟是你还是需要不能那么无脑。这边是没有地脉异常，先看一下吧。我有用生命的，下层好像没有，这个应该是有用的。私のお家にいらっしゃい。股間奥義。糸よ、工作せよ。痛がしさいないの？捕まえた。雨を描き渡し。無我の境地。せっ。せっ。覚えたわよ。よ。像是这个怪是吧？这怪能跳过来吗？谢谢。哎，我怎么没有？我刚为什么换了队没有？为什么没有切过去呢？行秋的血其实这个怎么循环？纳维亚要结晶，等于是香菱，我可以先丢个锅吧。然后是钟离，
一个亿把球喂给纳维亚。这层是什么怪来的？球喂给纳维亚，但是没有没有暴击是吧？对了。全力攻击だ。燃えろ。話が通じないなら。やっほー。誰？やっほー。せ。や。ルオパ。いよ。難攻不落。打ち続けて。みんなは俺が守る。くらえ。師匠の技をくらいなさい。気をつけなさい。や。誰？剣女盤石。誰？ローズクラッカー。燃えろ！全力攻撃だ。嗯，出了问题了，你的香菱的能量不够了，是吧？那个，不是应该有小怪吗？料理の時間だよ。但是我的时间是很充裕，我都不想。我现在不想直接把你把盖儿被那个钟离的肚子给挡住了。暴击！我就时间是够的，我就对我就不开技能了。我是想满能量去下一间，这一间倒还是比较容易，毕竟就是一个两个 boss 相对花的时间少。还不像多波怪你除了看 DPS 还要看他们的 AI， 等于是还要学出生的位置，他们的 AI 是怎么运作的。这什么这玩意儿，这行球的，主要是上一次吃的那个东西太难受了。我觉得我重新来一遍吧。刚才也是在说话，纳西达没有开大，你是浪费很多输出。这俩人。晴秋又是我切人切出去，他怎么会掉血？这怎么弄？这就是一个我第一次运气好，又有点后悔了。就是我的第一间我懒，然后这个血，说实话，我当时应该重置的。我是跑远了什么样？跑远没事儿。私のお家にいらっしゃい。せ。やや。せ。や。ほ。せ。不应该切走的。全部丸見えね。裁きの雷。被打到了，真难受。雨描き方。終わりで。撤収。捕まえた。これこそが知恵の伝道。やほ。对，想把你的这个剪上开开。这个难受了。我的天哪，这个能有再恶心点吗？这个组怪有够恶心的，那个东西我真的是我就完全不清楚怎么聚怪，它完全就是控制不住，而且它转起来也是控制不住。好，这个东西，我天哪，这个有点可怕。
完，我的这个，完了。哎，我的 E 呢？没暴击，今天的暴击率有点失望。難攻不落、天道板書。さあ、燃えろ。ローズクラッカー。スピナディロス。全力攻撃だ。熱々でしょ？話が通じないなら、やっほー。どうでも不意打ち。ほっ。せっ。へっ、せっ。やっ。剣女盤石。ほっ、はっ。やっ。这个下半，说话我不太清楚。E呢？纳尔亚的 E 可以用了，然后你的 E 好出能，有点狗，给你，你给自己冲出能，然后差不多了，直接一个 E 打死。等于是刚才那个怪循环比较短，应该是以纳维亚的核心去在转循环，每个 CD 应该是班尼特只打了一个 E， 等于我多喂相令一个，不对，又这么惨了。これこそが知恵の伝道。什么东西？歌よ二色となれ。かかれ。終わりね。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哎呦，天哪！見切りました。カリウルコン。雨描き方。どの目が出るか。捕まえた。我应该把这些怪给标住，然后把他们打死。天理超克。这个怪，说实话。算了，就这么打了。哦，你能把这个给打完吗？我刚才是班尼特为什么在朝着身后在东离的或者你这么打起来，太时间太那个什么啊，好吧，刚才应该是纳维亚第二个 E， 班尼特的大已经消失了，这也是第一次用这个队打，就相当于是我正常循环，我是可以循环。那现在发现一个，刚才发现问题就是香菱的充能可能还是不够，我猜可能是我循环应该是多喂他一些球，感觉让循环优化一点应该是能解决，实在不行我就放一个西风，应该就可能就解决了。现在想一下，感觉不难，但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并不是它不难，应该是我的配对是相当于是正好是克他们。这个其实都挺恶心的，这个是会乱冲，弄不好的话没有办法。这个狗它
有时候其实到期刚出的时候这个怪出现的特别频繁。到期的话我当时的一个印象就是有时候这个狗它会在外面发呆，一呆就会有时候呆上十秒钟，就在那儿站着什么都不干。虽然会传送传到你周围，但是它一旦发起呆来这两只怪聚不住。所以说我用的这个队伍可能是没有什么 AOE， 但是它如果两只怪离得近的话，这个种子其实还是能打到复数的怪的。这个也是一个就看怪吧，怪如果说 AI 特别恶心的话，我估计就是两个纯单体的怪要输出。这个我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解决办法，感觉他们就是聚不住，他们会，而且这还是远程怪。刚才就是两只怪他不一定会一定会往你那里跑。我刚才站的位置，他的两个怪他就是会他跑开了，越跑越远。这我是真的没办法。这个第一层这个已经见多了，这个好像是四波，我记得是第一波是两个这个。然后好像是出了两组机关，我怎么记得是两组机关，好像是一组近战机关一组远程机关。一开始这两个怪死完好像是先刷那个远程开枪的那个怪，然后刷两个近战怪，好像每波带一个这个东西，感觉上就可以忽视到被 AOE 掉了。然后最后出两个这边独军旅团，这怪基本上是现在打多了也是没有一开始刚开虚密的时候，发现刚开虚密的时候就是玩命的硬打，完全不理他们的那个召唤的东西。那现在发现就是你把召唤的打完之后，他们是既会削弱，而且还会，总之增伤很多吧。是花点时间去打那个召唤的，应该是更占优势。新的 boss 说实话不是特别了解，但感觉上我应该这次是配对配的好。感觉上这个队如果没有纳维亚的话，换女仆应该伤害会低很多，尤其是这种怪，这两个怪都是带虚弱阶段，所以说纳维亚，我刚才发现我循环不好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两个怪尤其是带虚弱，我的循环如果正常循环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在那怪带盾抗性很高的时候，我打出纳维亚的 E， 纳维亚 E 的伤害也是很高。这次我发现好像是不是我运气不好，感觉好像暴击没怎么暴击过，看的伤害也不是很高。这个就是我觉得没什么好说，感觉他一出来的时候我发现香菱的大是可以，一般的话是这两怪好像都行，就是普通的小怪应该是你转一圈那个香菱大是每转一圈是会造成一次伤害，这怪由于是它体积比较大，所以它有时候是刚一碰到怪的时候造成一次伤害，然后这个香菱的大是等快离开这个怪的时候它是会又造成一次伤害，尤其这个怪它自带水光花是每次都可以蒸发，所以说还是伤害还是蛮明显的。除了最后这只怪说话我经验真的很少，我是不太清楚，这只怪之前也是没有拿岩系或者是纯搭建角色去专门的就是特别适合破盾职业去打过吧，所以说感觉上并不是特别的限定，但是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不太清楚，尤其这还是一个螺旋版本，我不太清楚你在螺旋版本下不带这种岩系或者是大剑角色会这个盾会怎么样，它有盾的时候总之抗性还是蛮高的，而且不知道是我错觉还是什么，感觉上螺旋的这个盾它破完之后它起来之后好像速度也很快，这个当然我是说不好。对，这是这次的螺旋也是由于是加了那个巨狮之后现在的更新频率变慢了很多，所以说看的话应该是比较没有原来录的那么，但录的话应该是每个大版本我会录一次，但是总之我打的话也是感觉上明显的变少了，之前应该是连着打了两次那个巨狮，所以说也是感觉上一直都是特别弱的敌人，现在突然又回来打了一次螺旋，感觉上啊，战斗强度好像是回归正常了。对，这次螺旋我总体感觉上就是没有之前那么要难了，我猜可能这次也是就是我这个队伍应该是正好克他们，之前的应该是有一个两个火盾的那个大的深渊使徒的那个东西真的是特别的，我也是用了纳维莱特，也是一个专门总之克火盾是特别克的一个角色，
也是当时我是感觉到压力了，所以说我感觉上纳维莱特那么强的一个角色都能感觉出压力来，我觉得应该还是上次的那个螺旋可能强度更高一些。可以大概是这么一个这么样子。这次螺旋呢是估计还是会像老样子吧，就是新的版本螺旋可能是提前的发出来，之后的话呢还是按照我正常更新该录到什么地方发到什么地方，大概是这么样子。这期 4.8 的螺旋就录这儿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